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 TVB 的陈展鹏啊、今年呢，我希望你们能够，身体健康呢最重要的，还有就是龙年一路走运。It took Hong Kong actor Ruco Chan 17 years before he finally made it to TVB's A-list with legal drama The Other Truth last year. His turn as Keith Lau, an ambitious barrister who has no qualms about doing anything to win a case, catapulted him to fame and made him a household name in Hong Kong. But the 35-year-old reveals the drama gave him many sleepless nights when the show aired in Hong Kong last June. 因为正上播的时候，还有我就是刚刚在拍戏，拍了另外一部戏，那就很紧张，自己第一部的正上出街播出的时候的反应是怎么样，所以晚上都睡得不好，经常在网上面看朋友说什么，一些 fans 说什么，那之后就一直到现在今年，所以休息的时间不多，这身体可能瘦了一点。不过应该是都很好嘛，对吧？之前的一个星期了，播出街的一个星期了，就是没有什么反应的。但是我就很开心，因为香港是怎么样的，没有反应了，没人骂你了，就代表已经还可以了。对啊。The Other Truth marks Ruco's first leading role in a TVB drama. The hunky star joined TVB in 1994, but left in 1998 to become a singer. He later joined ATV in 2001.Before returning to TVB in 2008. In town to plug the drama, he told us playing the lead wasn't why he was happy when he got the role. 我记得我拿了这个角色之后，我蛮开心的。那之后在我回到家里面跟我妈说了，我妈，你看我现在可以演这个角色。为什么我跟我妈说？因为之前没有拍真相之前呢，都是拍一些反派比较多。都很多的古装啊现代剧都很多反派，那自己很开心，那妈这样说，所以我就跟他说嘛，因为之前他跟我说过，贼你为什么都是演坏人呢，那你真的很像坏人吗，这样子，那所以我很开心了，那之后就自己很努力去演这个角色。那这些年你就是慢慢的从小角色这样建立起来的嘛，那一直都不放弃，一直都很努力的原因是什么呢？喜欢呢，那就喜欢。喜欢，有很多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都很支持，还有不算一些大的机会，但是都有机会给我继续下去。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走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对自己应该有个交代。那想过放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很多年前吗？很多年前了，就是我一开始就是在 TVB 嘛，就离开了，就唱片公司了，唱片公司之后就收购了嘛，就没有了嘛，那之后就再碰了一个九次回归嘛，回归之后就想放弃了，因为之前以为自己很多人认识，以为自己 OK 但是原来是很多公司在后边支持你，给机会你，你才会有这个机会，有很多人认识你。但是原来没有公司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是什么都没有的，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哇，如果要自己走出来是很辛苦，也想个放弃。But Ruco's sudden rise to fame has led to rumors that he's a brown noser. 也有些人说你是因为受到高层的力捧，所以才有现在的这个成绩啊。那你会觉得很委屈，因为其实是你自己很努力这样。哦，没有啊，没有了。那其实也是高层给机会我，因为一家公司里面当然是有高层的嘛。如果不可能我自己给机会自己啊，对吧？我就没有当是什么回事，因为我做了都有一段时间了嘛。那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拍的戏或者是我做的事情，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能够看得到，虽然不是每一个人，但是至少都有一点人吧。那我对我自己的工作也有很有诚意，也有努力，那就已经可以了。The Anti-Killer is now in the midst of filming police drama ATF with popular actor Ron Ng. 听说最近你是在拍 ATV 反恐计划嘛，跟吴卓羲，那大家会传你们不合啊，就是小生当中会不会有一点竞争的那种感觉呢？确实没有的啊，没有，我们都很熟的，可能是因为之前
我没有跟Avoy 一起合作过，那当然粉丝都有自己喜欢的，对吗？不可能一个人全部人都是喜欢你，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误会嘛，是粉丝的。但是我们两个当事人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没有追究，或者是没有说过什么，都很理解了。所以你不会看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表演，然后你就跟导演说：“哎，我也想就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其实我们的戏呢是很公平，分得很好，反而我们想，喂，这个反应你做比我做好，不如最让给对方。对啊，如果你真的在戏里面去研究这个角色，希望这个戏好的话，你就会有想到我刚才说这一点。如果你自己演自己了，就可能会有一些出来都不好看了。Catch our interview with Ruco's co-star in The Other Truth, Amy Chan, in our other clips, where she reveals more about her high-profile romance with TVB A-lister Moses Chan.